上呢有一本书，来猜猜，我来画画哈，来画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说是小鸡，有人说是小鸭，我承认我画画的技术没有很好。对，有人说是小狗。好，因为我今天没有画很好，所以呢，我才能当魔术师。看到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注意看，等拍子，一、二、三，哇哦，是什么呢？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干嘛？拍照。现在呢，我的手上呢有什么呢？有一条白色布，把这条白色布呢，交上去，叫塞塞塞，塞塞塞，塞塞塞塞塞，完全酷，六七八九，你知道吗？会，消失键关掉，眼睛观众抓你别的跑到我这儿，耳朵听测效果，直接干嘛？拍手。OK， 现在呢，我的手上呢有什么呢？有一条白色布，一条红色布，白色。白色、红色，交换，交换，一二三，变成一根棒，变出棒子来之后，我要做什么吗？弟弟，你今天蛮乖乖的、啊。来，你刚刚喊很大声，是不是？待会到后面领200块，好吗？不要泄露我的秘密。啊，你今天乖乖的吗，妹妹？开玩笑，今天不是来打小朋友紧张变魔术的哈。现在呢，我的手上呢有白色布、黑色布、白色、黑色、白色、黑色，互相的给它交缠在一起。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白色加黑色哪是颜色？白加黑是颜色？来，答错的是黑白相间。哦，开玩笑，是灰色布。刚好没有带到这个灰色布，这一个黑白相间的条件，来啦来啦，一样的缠在我的手上，用我们魔术师的大绝招是什么？开口气，呼呼，来看远方，哎呦呀，它变什么东西了？变了个这么的长了耶！好，刚刚自动型变得很长，现在呢，我要做一个动作，千万不要学习，不要模仿，因为很危险。看好了，呵呵呵，现在一二三，哈，它可以穿过去哦。好，我把这条布变起来之后，除了说可以变成魔术之外，还能做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吗？可以让它跳彩带舞，换另外一边好不好？还可以这样走。好，这样做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只要让大力的吹一口气。好，会有另外一只可爱的小鸟要跑出来了。哎呦呀，你怎么躲到里面去了？让它回去休息一下下。现在呢，做什么呢？我的手上呢有一只白色棍子，酷，所以我心里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会慢慢的、慢慢的缩小，变成了一个气球。好。我把气球吹起来，你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吗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？我要来把它弄破。注意看好了，眼睛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准备好了喽！一、二，欢迎欢迎，漂亮小鸟，小鸟开始。哎呦，怎么躲到里面去了？来，结束之后呢，我就希望各位大家的帮忙的，帮我剪干净，时薪200块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让他回去休息一下下。现在呢，我的想要一条，一条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一条红色的布，并且呢，一只黑色的棍子，所以说，红色、黑色，我不是那么喜欢黑色。多重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它会变成了红色的棍子。刚刚是我吹一口气，对不对？想换所有人来帮我忙，所有人来帮我吹一口气，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。一样，红色的棍子做什么事情呢？请各位大家，一二三，吹，变成了两条红色的布帘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请人来帮我的忙，好不好？来，就请你的小妹妹来站起来，佳佳。任务很简单，转过来，拿着这个杯子，不要让任何人来动这个杯子。现在呢，我的手上呢有一条红色布，两条红色布，互相的给它打结。可以看到这一条红色布打了结，
不要让人来动这个杯中。现在我的手上呢又有什么呢？要转圈圈，咻咻咻！哇哦，咻咻咻！妹妹，你们感受到什么把力施展进去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拍手手，黑色布就变进去了。这次要干嘛？拍手。OK， 你要干嘛呢？大力的一二三，吹一口气，吹！哇，里面又在看，看，看，看！哦吼！哦。OK， 好，来，乖，我来问问你好不好？这个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跟你讲，假的，吃两颗四号电池，哔哔，它就会动一下。哦，它就会动一下。哦，那你真的哈，来哔哔，它就动一下。OK， 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他们要回去休息，他们是真的啦，大家回去休息一下下。好，听到音乐不一样，就知道我们接下来表演更加的不一样。我的手上呢？有一条绿色布，偷偷藏了一条黄色布，猜看下一个什么颜色？快来，紫色，下一个什么颜色？哎呀，答错了，完全没逻辑嘛，是不是绿色？下一个什么颜色？快来，白色，最后一个什么颜色？猜对白的后，快来，红色，这么颜色呢？加上我们刚刚变魔术的这一条布，我们呢只要穿花粉撒在这上面，拍手指头一。再不有另外一次非常大的奇迹，就是要干嘛？拍手。OK， 音乐请先暂停，谢谢。哇哦，要表演精不精彩？精彩啊！可是呢，刚刚都是我在表演，接下来时间换我跟你们一起表演，这样好不好？在我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建立一个小小的默契。这默契非常简单，当我一二三跟大家问好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帮我回答魔术哥哥好。请注意，叔叔不会变魔术，只有哥哥才会变。你们这种不要脸的一个人啊！好，我们来试试看看吧。现场所有的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、小小朋友们，各位大家晚上好。小狮子，哦，如果说你想要的话，待会呢我喊，哦，各位大家好的时候帮我喊魔术哥哥好，看谁最大声就有机会给获得这一只，好吧？先上来先赢的哈，音乐下手先帮我小声一点点，哦，谁先上来谁就可以来获得。哇，好棒哦，还能跳，来跳，上台了不免俗了，还是要跟大家来问声好了，来，我们站你站上来。可以吗？来，一二三，请问一下，这位可爱的妹妹叫什么名字？蔡妮妮。给我们的妮妮掌声鼓励鼓励哦，非常有勇气哦。好，我刚刚说什么呢？一张变两张，我有三大保证，保证变出来钱可以用，保证变两张，保证在妮妮面前变给你看。注意看好了，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，可以吗？看好了，妮妮，我们再把它折到学校看不到的时候，一二三，大力的帮我吹一口气，吹！一瞬间呢，我就变成了两张，哇！不管是妮妮，发生你意外，变成了两张100块钱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妮妮，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晓得，你刚刚帮你妈妈花了800块钱买了这一只拖鞋，好贵哦。好了，开玩笑，事实上呢，咱们呢今天国龙淡水国龙大饭店特别提供了好礼，是雪梨用200块钱换一个礼物，妮妮要不要给他换下去？来说好。好。好，我就先收下来了。你要不要呐？拜托阿林呐，我就靠这个了嘞。好了，开玩笑啊，左手两张，右手两张，来，妮妮帮我选一边你喜欢的一边，好不好？选你最喜欢的一张，来，左手右手，请选择。200块钱换到你，我你要选哪边？来，你要选这边是不是？没有选到了，再来一次。左手右手，请选择。你要选这边是不是？来，帮我拿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妮妮没有抽到的好礼是选第一个礼物是，帮帮帮帮帮帮帮。哇，现金50万，掌声鼓励一下吧。哇，帮帮，可惜了，未来钱收起来了，不要漏财呀。下一个礼物，咱们的妮妮没有选到的是。帮帮帮帮帮帮！哇，260万高级秀水台，
通常在这时候需要来点掌声鼓励鼓励一下。可惜这台车停在地下室最闪最亮的一台，外面还有一个那个彩头，有没有？看一下妹妹，第三个礼物没有抽到的是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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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哇，还没有上是 iPhone 20。我的嘎仔，因为像 iPhone 一年出一台，才出到14，你还要再等几年？等六年哦。看一下我们的礼仪，最后抽到的是棒棒棒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会不会紧张啊？以下朋友会不会紧张？很紧张，又是钱，又是休旅车，又是高级三级产品。保底是原因，棒棒棒棒棒，高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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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卫生纸一包。米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礼物呢，不需要老大哥提供，刚好小弟我有一包，帮我抽两张好不好？再一张，米妮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抽两张吗？不知道，因为要拿来擦眼泪用的。你敢你老母可以开心扣，会一包五十转加油，一直那个玻璃丝好贵哦。好啦，看一下我们妮妮，她会认识没有任何东西，怎么突然出现了？蓝蓝的一张，恭喜你，你重新获得了1000块钱，回家不用被处罚了哈，谢谢。好，来放进去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拿出一条红色的布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黑玉，你怎么这么小众，这么的现实，还要叫修女生哦？来，现在呢，红色布放进去，爸爸拿出来，你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太好了，红色布放进去，黑玉把我拿出来。哦，就要这样子把它拿出来。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奇怪，你在这里啊？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红色的布把它放进去，可以吗？然后帮我把它拿出来。黑雨，快点好吗？黑雨，哦，奇怪，你在这里啊？换下了，我们请底下的同学来试一下，好，放进去，你帮我把它拿出来。拿出来。哦，你要不要把它拿出来？哦，把它拿出来。哦，放进去。你帮我把它拿出来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帮我把它拿出来。哦。因为所有的魔术师、所有的魔法师都有一只什么东西？我有两只手。啊，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都有一只魔法棒。现在看来了，一只魔法棒，打一下，拿出红色的布，好不好？黑羽棒，拿出来一下下。哦，怎么变成双截棍了？来，黑羽的爸爸妈妈在那边请举手好吗？来，今天很大的哦，大家鼓台结账一下。喂。好啦，开玩笑，我知道拿出下一个东西出来了。当中很坚固，打不坏，打小朋友超好用的棍子，打一下拿出红色的布来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哎呦喂呀，这是什么？今年出新流行啊，黑色的一只蛇，你要这干嘛？这是我的小蛇蛇。我知道拿出下一个东西来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扇一扇。你就可以拿出红色布了，你看很坚固，没有坏，很坚固，没有坏。黑羽拿出来，没问题。打开来，把那个我们的三一三法力输入进去，就可以拿出红色布了。大力打开来，很珍贵哟。这样子把它打开来，好，打开来。好，来打开来。啊！你怎么把我的扇子变这样了？来。黑的妈妈举手，这一支500块钱都要到福袋里上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因为他拥有神仙法力，只要一二三，呼，吹口气他就会恢复原状。来，过来，可以过来，大力的吹口气。等一下，请你用呼的，不要吹的哦，拜托。一二三，呼，他就恢复原状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三一三，好的，来，你不要这个姿势很奇怪，来帮我拿给他。来，三一三。OK， 太好了，法力输入进去了，红色布到手上，在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哈。为什么黑羽拿不出来？因为心想事成，心想要说出来才会成功，所以可以大声大声说，我要拿出红色的布。拿出红色的布，伸手下去拿，心想事成，
掌声鼓励鼓励。三年前我到台南做活动，大家好认真哦。好了，手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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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一二三。好了，就你了，好不好？后面那个妈妈加持的小朋友。你知道上台要做什么吗？不晓得哈，因为年纪还小，不晓得社会险恶。你要变魔术给所有人看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鞠躬。非常底下的朋友们，会不会掌声鼓励鼓励？好，那今天呢，这身穿着可能还不是那么的适合啦哈，所以我帮你准备了一个，没关系，我爱听就好，我爱听就可以了，你开给我就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脱掉了哈。哦，今天很危险，一直在掉道具。OK。我帮你准备一个非常华丽的衣服，那呢，我还帮你准备了什么东西呢？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，来，一瞬间就变成了星星魔术师哦。那最后面我们需要什么东西？我们需要一首好听的音乐，星星魔术师就会带来一连串精彩的魔术表演。那音乐下一首请放。魔术是什么呢？就是星星魔术师的手长出来了，两边啊，另外一只手也长出来了，有一条白色布，一二三变成一根棍子，效果出现干嘛？拍手。今天你要干嘛呢？你要鞠躬好不好？你要鞠躬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呢，星星魔术师边哭边为大家表演哈。现在呢，现在手上的盆栽，一个棍子，一二三，花开富贵，拍手。星星魔术师你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你要走台高，鞠躬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卖烤了。还没完的啦，星星魔术师现在手上有在里面的东西，你看到了哦，来里面的东西，抓一点魔粉撒在里面，抓魔粉撒里面，来这个喽，星星魔术师帮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哦，来再来一次，来里面的东西，来里面的东西，没有这边答错了，里面有一只手，出一只手抓要妹妹。星星帮准备了第二个非常漂亮的礼物哦，效果直接干嘛？拍手！星星娘娘，你不拍手，你不能出声哈。星星娘娘呢？你要准备高，恭喜大家！好，星星终于平复他的情绪了。现在手上有一只一张纸，现在呢还有一个像信封袋一样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好不好？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。现在呢，白纸把它放进去，充满声音，爸爸妈妈，不对，会是我们现场所有的人最喜欢的东西了。当当，知道了吗？拍手。星星拿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拍手抬高，恭喜大家。现在呢，星星手上呢有一条黑色布，抓点花粉，抓点绿色，抓点蓝色，抓点粉红色，抓点紫色，还是石头。星星帮我们大力的吹一口气，吹。瞬间那边彩色的热烟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在汗，他在汗，来一二三，效果出现，鞠躬，底下观众拍手。现在呢，手上有什么东西呢？刚刚同学们发现了吗？是一个破掉的扑克牌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要请你们来帮我忙了，不对，请星星帮忙排队，然后请星星帮我用力大力的吹一口气，吹。吹，一瞬间呢，我们所有的扑克牌就变成了一大张，效果出现，拍手。今天欢迎大家，要恭喜大家。现在呢，变最后一个魔术了哈，请把准备的双手，准备的双手，最后一个魔术来了，一二三，噔噔，耶！我们的爸爸是个心机不小的，耶！OK， 最后一次你会不会记得？自己提供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准备要来了，一二三，恭喜大家！
张张，因为他一个刚刚又拿了很多。耶！我也不好意思。耶！王总经理，你这个单子有没有？这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，我来访问一下吧。星星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变魔术难不难？不是我在变的，来，星星，我们变最后的魔术了。现场大概有300个人，一二三，把所有人变不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你好，很幸运，你好。来，星星，看好了，快点变，一二三，所有人变不见，所有人变出来。从此之后，星星再不想努力过我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再次给我们星星一个热情的掌声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精彩的努力表演。